Hey guys， 大家好，家下咧就进入美国呢度，跟住买呢个 Dodge 嘅呢个超跑啊，飞机车叫做。系啦，依架最劲依架。买完之后咧，依家就去改装啦，将所有未买过嘅嘢将佢买低。主要咧，我系要买嗰个 Racing Hard Tire 咯，同埋呢个瓦箱系最重要嘅。进入嗰个赛道，跟住选择亚洲地区。系啦，选择呢个日本街道赛道，最好呢个550圈呢个。如果你 Queen Race 咧，就即将可以达到825圈。跟住呢度复制一个出嚟先，呢个1300PP 嘅复制一个出嚟，跟住你输入嘅名就叫做 PP600 啦。将100嘅地方咧调校到去最低啦，70。跟住将呢个手动调制瓦箱咧，你就1、2、3度瓦咧系要校到尽，推到右手边最尽。呢度调嘅度数调多少先？第四度，跟住4、5、6、7度瓦调一调咧，跟住再重复1度、2度、3度再调过，尽量推去最右手边，推到7000、9000几为止，暂时7000几都未得嘅。呢、这个动作有少少慢啦，我调制嘅时候 set 错，9000几正啱。到时到后咧，你 screenshot 呢个主要噶啦，瓦箱嘅列表啊，但系调制好先。第一个9619，第二度瓦咧就9186，
跟住你咁样调法咧，系咪喺一度到三度之间咧系废嘅？即系如果你喺揸车嘅时候咧，你系如果用自动压咧，一二三度压，尽量冇跌到立到啊五十几以下咧，就跌到三度、二度、一度嘅时候咧，成架车咧嘅启动啊，即将完成咗喺度五度压 ，OK， 你可以影相啦。跟住揿三角形检测594 PP， 跟住你可以调校少少嘢啦，你就可以达到597 PP， 跟住进噶啦。OK， 就可以进入咗。首先呢度咧，大一条巷咧就要割晒全部，加速徒步。第一、第二个同第三个 lap， 一二三个 lap 系咪系地下仲系好湿下嘅？所以你揸车嘅时候就好得好小心啦。呢、這个 racing hard 底啊系顶唔顺嘅，所以呢三个窿咧你要注意，冇咁快。尤其是第一个窿啊！第一个窿就要用四道瓦嚟走晒咁咯，提升唔到。尤其呢个弯咧就特别要注意咗，即系呢个弯咧就降个速度要60几至70咧就顺利通过，如果跌到60以下咧就即将好似咁样好难提升嘅突破，因为一二三度压系废噶嘛。跟住到达直线路咧，你就尽量加速啦，使用嗰个突破。走三场呢个比赛咧，一场20分钟，三场60分钟，系一个小时。你可以达到最快速度系18分钟嘅，不过呢个系专业多少啦。咁样走三场比赛咧，都系。好順利嘅咧，就拎足嗰個錢啦，跟住咧就可以得到2.4 million。
完三个窿咗，跟住呢度要处罚一下先。喂，到达第四个窿咧就正常个跑法咗，你可以尽量加速咗。因为地面嘅路咧系咪系冇咩滑，已经干咗。多车咧，你就要睇准时机割佢哋啦。走晒呢个比赛咧，完成咗之后，你即将会割佢系三个窿嘅，割佢哋。
又要處罰5秒算少㗎啦，有啲真係我太過攰啊，行眼瞓揸車真係處罰2-3秒啊，因為你搞得多嘛，呢個跟住嘅畫面又快喎，知冇？ 咁第一個窿呢，係唔冇撞到車呢，係咪？就計你順利贏取呢個獎金比賽嘅。咁樣呢度受遇到碰撞，撞到人哋嘅車，啊都係冇計嘅，順利拎取嗰個額外嘅獎金。
望你哋咧每搞三场呢个比赛咧嘅眼力都要休息一下。嚟，差唔多冲线咗啦，呢度。多谢大家观赏 ，thanks for watching。喜欢呢个视频，俾个 like，share 出去，订阅我的频道。咁样我呢个比赛咧系用开20分钟45秒完成嘅。咁样呢个赛道咧就好轻松得到呢个奖金嘅825000。